另外的话，你可以看到底下这边都有一些相关，有一些人的分享了哈。啊，其中我那一天刚好我都不经意的点击其中一篇叫什么"抹茶与巧克"哈，然后呢，他就刚好有提到一些东西。不过呢，他就在文章里面哈，看到有讲的一个什么呢？他说他刚开始是什么什么录制曲集，然后搭配一些书籍进行修改，但是呢哈。他可能还是解不出来啊。另外看在 YouTube 上看到好心人的教学课程，刮胡哈，还台湾的吴老师，哎，台湾吴老师很多吧哈？到底是指谁？我不知道哈。不过他很妙的是后面顿点后面加一个阿拉伯人，哦，然后再加一个印度人，哎，这有关系吗？吴老师跟阿拉伯人跟印度人哦。不过他后来又想说，他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关系，所以他就来报名了。然后他说他姐姐嘛，哎，讲的都是好的正面的，OK，而且还跟大家讲说在这边，OK，这也是无意中看，哎，发现哦，原来是之前有上过我的课一个学员嘛，OK，好，反正各位可以参考一下啦。那刚刚录的动作特别注意哦，如果你现在哦再去直接 run，我都不改的话，你会发现一 run 哦，他马上挂掉。你会发现它一定什么，程式值阶段初五，那当然你真错，你大概看一下，就这个地方错。可是问题这个地方这么多哈，说真的，很多人就看半天哪边错哈，可能就投降了。你怎么改呢？其实跟各位讲哈，最大的错误有两个。刚刚跟各位讲，第一个就是版本的问题，因为有可能你换了版本。那个版本就不 OK，所以请你哦，假设录制剧集，第一个哦，一定要把什么呢？version 逗点 version 哈，这可能要逗点要把一起删哦，你逗点留下来不行哈，然后再删掉，然后呢，default version 这个地方逗点这个也把它删，第一步一定要删哈。当然呢，你如果你现在 run 暂时不删也可以 run，你现在这一台电脑 OK，但是你换一部电脑就会出错了。哦，这是我的经验，因为之前，也是上课的关系，换了一个地方，或者其他不同的同学的版本不同，哎，发现就有错误。那其实最大的问题在哪里？你会发现，因为我们刚刚录制的时候啊，刚刚第一个问题我有选，第二个问题哦，各位有没有发现，它有个叫 table 的什么呢？destination 嘛，就是它要放的那个 table 指的是工作表。不是工作表，应该是指的是那个资料表了哈。那底下的话，你会发现关键的地方就在这个字串。这个字串里面，他说哈要放在哪里呢？放在工作表一，有没有？在惊叹号后面就是它的哪个储存格？R3 列就三哈，R 就是列，列指的是第三列，C 指的是栏，有没有？R 是 row 了哈。C 值是 color，意思是说在第三列的第一栏的位置，OK，意思就放在哪个位置呢？就放在这个位置。哪个工作表呢？在工作表一里面。可是问题跟各位讲一下，如果你现在录制第一次做啊，它这个自动命名会叫工作表一。可是如果你下一次再产生一个枢纽变量，它的名称变工作表二，再下一次变工作表三，它会一直跳，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录的时候是工作表一，那你下一次执行就找不到工作表一了。为什么？因为它已经叫工作表六了，或者工作表其他的名称。那怎么办呢？跟各位讲，解决的方法很简单就我刚刚讲的，一，请你怎么样，在 add 下面呢加一个什么呢？加一个重新命名，也就是说，我把它新增，因为它 add 一定是 add 到最前面。哎，不过这还是有点不太保险哦。你 add 哈，所以最好还是我们 add after 那个去点 com 哦，到最后，然后把最后那个重新命名。啊，我们现在刚好假设我们是新增到第一个，好吧？哦，所以是续着一的那个名称，我叫做枢纽，OK。然后特别重要，因为我已经把它重新命名了，所以哈，你就记得命名完之后，你就把这个枢纽的名称把它改到这边来。这样子的话呢，这个问题就不会发生了，有没有啊？将来这个地方呢，就叫做枢纽就好了。OK，好，我们来试一下，就是这个工作表一哦，把这个把它复制一下，然后把它贴上。
关键地方哦，贴上，好，这样就大功用了啊。然后呢，我把它停掉，重来一次啊。这个功能我先删掉一下好了。好，那刚刚会卡住嘛哈、哦，其他还要不要改？其他不用改，就第一个改那个 version 版本。第二的话呢哈、哦、啊，还有这还有底下这两行可以把它砍掉了。我刚刚讲的这两行，我因为他说要把游标，哎对，这个如果你没有把它砍掉或者注解掉的话，他会去找那个工作表一啊，可是明明已经变工作表六、工作表七，已经很后面的名称了，你还在找，那一定找不到，找一定挂掉，所以把这两行拿掉就好了 ，OK 哈，或者你把它删掉也没关系啦，这两行，那、啊、我先把它注解掉，那、啊、我们来跑一下哈，基本上大概就几个细节哦，这样子的话呢，以前那个枢纽分析表没办法跟 VBA 结合得很好，那这个地方改完之后就 OK 了，我按 F8 好了。哦，一样 add 对不对哈？有没有他 add 到前面？因为我 add 后面没有跟他讲是 after 啦，哦，所以他就放弃了。啊，一定是第一个嘛哈，所以把第一个的名称改成枢纽，有没有？这个时候呢，这个名称就被改了。OK， 那我把这个名称改成这个，它就不会再有那个什么书，就是工作表一的那个录下来名称固定的问题啊。反正我改成这个名称。那我现在应该就选得到它了，哦啊，后面这个 table name 这个不用改没关系，因为枢纽分析表这个名称看你要不要改，理论上反正预设就好了 ，OK 哈，然后按 F8 看过不过得了，如果过得了的话，那表示哈以后呢你要用 VBA 结合枢纽分析表，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改哦 ，OK 按 F8 看看有没有错，过了吗？哎过了耶，有没有发现哦？所以特别注意哦。刚刚那些小地方哈，虽然没什么，但是你在网络上 Google， 我跟你讲，绝对也 Google 到不到结果。为什么？哎，这真的还有一点实务经验，看着知道说到底哪边的错。好，因为我刚开始卡很久，光看这三行我就看得很头昏脑胀。但是呢，跟各位讲过嘛，因为其实它都会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方式，前面这个叫参数名称。后面是传什么东西嘛？那我就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看哦。我看到这里哦，发现原来这个问题就出在这个 table 的哎，这个参数了哈、哦，这个参数，那、啊、不它叫什么 ？create Python table， 然后 table destination 就这么长一串，就这个参数哈、哦，后面只要把那个工作表名称呢，把它做变更，那其他的部分就 OK 了，哦。啊，当然，你未来你也可以改成我刚刚讲，你可以改成这个枢纽哦，你可以改成用这种方式叙述，序齿刮胡枢纽啊，然后后面的话你就点什么点，你可以用 range A1 来把它改啊，这个地方可以改，但你不改没关系哦。哎，应该知道这个怎么改吧？如果你要这个要改成我们VBA 的写法的话，当然不改没关系啦。啊，如果你要改的话，应该知道怎么改吧？这个应该叫什么？序齿枢纽的 R 是3哈、哦，哎，好吧，应该是什么？应该是 A3 才对哦。哎，有没有 A3 不？哦，有没有？那就放在这里的意思啦，从这边放到这里。所以如果你将来这个地方要改的话哦，你可以怎么改哈、哦？可以这样改，哎，把枢纽哈、哦、留下来，然后可以把它改成叫序。刮胡有没有？好，然后枢纽的哪一个呢？点有没有？后面你可以用 sales， 也可以用 range 啊，用 range 可能比较简单，用 range， 好 range， 然后刮胡，后面的话就加多少 A3 就可以了，有没有 R3C1 哦，就是 A3 啦 ，R 是列啦，哦啊刚先列再栏啊，刚好跟那个。range 刚好位就是顺序颠倒，它是先栏再列 ，OK， 那、啊、这样子的话能不能跑？应该是 OK 啦，不过这个部分不改没关系啦，我先跟各位讲一下啊，后面我再把它跑完，按 F8， 啊你会发现我们刚刚录下来，有没有？它会先产生一个这个枢纽分析表哈、哦，叫 private table 哈、哦，有没有？然后 field 的一个栏位名称呢有没有叫做业务？哎，然后呢，它是放在它的方向是列的部分，好，然后 position 就是第一个 ，OK， 然后再来的话呢，再帮我加旁边的那个
所谓值的部分，有没有？我就拖拉过来，有没有？它就出现了。然后呢，再把B 四选取，为什么选取？因为我要做排序，所以底下这个就排序，递应该是递减排序，排完了，然后 end sub， 这样就完成了。所以以后如果你要做枢纽分析表哈，要把它结合 VBA 的话，关键的地方特别注意哦，就是几个地方哈，第一个把 version 删掉，第二个一定要加到这一行，第三个呢，把这个地方改成这样子。或者改成就是直接改前面的枢纽就可以了 ，OK 哈，我看用原来的好了啊，所以这边啊，我有把那个最后做完的结果放在云端上面，所以这个 D 有把它 mark 起来啊，这个也把我把它涂成那个黄色好了哈，反正你就照着改，虽然没有很多了哈，但是基本上哦，你要改对的话哈，那程式就 OK 了，请各位试一下啊，这个地方真的。还蛮不容易改正确啦，但是你如果可以改出来哦，那恭喜你。以后的话呢，你如果要把枢纽分析表跟 VBA 串接在一起的话，好，基本上你的开头就对了，后面延伸就很简单了。OK， 好，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所以，等于是说哦，这个地方你如果这个地方过的话，等于有点像把枢纽分析表哦。跟 VBA 搭一座桥了，两边是可以互通的，所以如果你将来会需要用到大量产生自动产生大量报表的话，而且是用枢纽分析表，甚至枢纽分析表里面有个枢纽分析图有没有？你也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对吧？那个表画完图自动产生，表画完自动产生，而且可以大量每个工作表放不同的图跟表，图跟表。或者是放同一个工作表也没关系啦，反正这变化很大，就可以利用我们刚刚讲的，你可以先可以录下来，然后再让它自动跑，甚至你可以用个共用的程序跑个回圈，它就自动一直跑 ，OK 哈，所以其实这个延伸性其实还蛮大的啦，只是说，至于这个后面的衍生部分哦，恐怕。就是自己再花一点时间研究，或者有遇到问题也可以提出来啦。OK， 我是觉得这个功能是还蛮实用的哦。主要前面我发现很少人在谈枢纽分析表跟VBA 的这个结合应用哦，所以主要应该我想哦，大部分应该都卡在我刚刚讲这个地方因为可能很多人光看到那个程式应该马上头就晕了。而且更何况要把它改正确，那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OK， 而且官网上面也是讲的不清不楚的。还有那个 version 那个顾问，我怎么知道？因为我只有实务经验用在不同版本上面才发啊，每次换一个环境就给我挂掉。为什么？因为 version 嘛，它固定就那个 version 才 OK。如果你假设你用的 version 你的版本不是那个版本，它就错了。所以基本上大概就是我刚刚讲的那几个位置，我又把它特别在云端上面用那个黄色醒目提示跟各位提示，如果反正你就照着操作了，做得出来就 OK， 可以帮它 run 得出来，这样的话以后你就照改就好了，反正你以后你工作里面需要枢纽分析表，你如果要让它自动化，那你就改这刚刚讲这几个地方就 OK 了，而且除了业务你还可以在其他栏位的这种枢纽分析表也一样可以快速的建立起来。OK， 请各位试试看。